觉得房子很湿。
I
绑了手机啊？他是要回去的吗？对啊，那他有点生气。Oh, it's not working. Yeah. Okay. 好敏感。你这次回去也没有讲到他工作的事。大家都不敢讲。80%的时间我是可以预料得到说出去的话会有什么结果。OK， 这是要求。所以就是。装死不对啊！反正你说也不能怎么样。完全受制。对啊，又不能帮他。就算他真的没有工作，他也不会说要请他走。对啊，谁知道？也许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，然后水平就有问题，不知道他会干什么。不知道你要做什么的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状态。Thank you.